我送快递，有神豪讲义。花花是谁？他又是你哪个女朋友？小伙子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连心上人的名字都能说错？哎，她不是花花吗？这身材难道是婷婷？婷婷，别闹了，快下来吧。还记得曾经我在你楼下拿着吉他唱过的情歌吗？婷婷，你快下来吧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证明我爱你。婷婷又是谁？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海王是吧？果然是个渣男。你这孩子也太不负责了。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。哎，看来赶上了。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别骂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在年轻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，是我管不住自己放荡的心，总渴望更多的真爱。但这一次我真的改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请你相信我吧，依依。这是在尬演吗？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下来呀。检测到任务情况与宿主需求，是否花费500功德点兑换谈判专家技能？这么贵，又想坑我是吧？系统检测都是经过大数据分析，具有相当程度的预见性，实惠的紧。行行行，我换。我不信，之前也是这么对我说的，结果我一怀孕，你跟两个都跑了，抛弃了我和肚子里两个月大的孩子。啊！哎，你这是要逃啊？孩子都已经两个月大了，是男人就负起责任了，少多管闲事。我跟他拍拖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月啊，而且之前是他见了我就说我是他梦中情人，躲都躲不掉。啊，贵圈真乱呐。不过说来奇怪，为什么看这妹子有点眼熟呢？她不会是我之前做任务撩的那99个妹子之一吧？这么低小的打击都承受不了，还好意思说爱我，看来只有在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我的真爱了。姑娘且慢，不是每场相遇都有结果，但是每场相遇都是有意义。有些人只适合成长，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过去，哪怕现在的悲痛令人沉沦，但不要放弃，终将有束光会照亮你漆黑的内心。黑暗不是人生的终点。看专家技能触发中。所以小姐快下来吧，你一定能见到你的真命天子，让我们拥抱现在。真的吗？我这一生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他？当然了，美丽的小姐，你快下来吧，他一定也在某个地方寻找你呢。我的真命天子，我来了。妈！没事了，姑娘。这个感觉是，如果真的再见到他，他会对我说什么呢？他会对你说：“您的快递，请签收。”就是你，我的真命。完成快递任务，救助跳河女，并将其引向正路，奖励神券1000，功德点1000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劲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
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盖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